我妈，冲等一冲下，冲！我还在赚钱，我只有60块。啊好，从上面看看他们。所以我们那个有放了吗？哦，有，有我放，两个。确认跟他们讲哦，杂货商人最后有破坏箱子的。好，双方都知道。你就来附魔。嘿嘿。哇哇。我一个，怎么了？被什么吓到？怎么了？被长得像音速小子的人从旁边通过去。音速小子谁？你用的技能吗？我就顶头跳啊，然后从旁边冲超快冲过去。我还以为你被弄了。地表最快的希望之星，来啦，哈基，我让你怎么惩罚他吧？嗯哼，你要投谁？看你呀、啊，看谁欺负你。一定是哈基啊！你看他今天超奇怪，我用国王不能投票啊！他钱都没有在做事，你们这样子，我到底要投谁啊？巧克力啦！因为你要有个英明的选择啊！让国王决定了，相信我的第六感。好，因为他已经换了炸弹，我已经换无敌了。OK，巧克力又砸过来，啊对呢，巧克力又砸过来，每次都是你，每次都是我，哇哇，没有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我看到巧克力换那个，我一直躲在后面，然后想说他干嘛、啊？我没有换炸弹啊！哦，是哦，我想说你刚刚好多人一直在犹豫要不要买，因为我看你在那里啊，我就没有买，我就说我去弄父母。哦，我刚才在瞄。好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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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拜马上就抓到了，我刚刚就是在瞄他，然后一直想说这个人一直说想。买技能，然后一直犹豫要不要买那个炸弹，一直在看炸弹吗？对，他就一直回头看到我，然后一直想绕去炸弹那边的样子。可是太，我刚就是犹豫要不要太早投啊？你看现在就我们人数就被，对啊，冲动了，冲动是换他冲动我。啊，也对。嗯，好了，变正常了、哦。你要正常了是吧？就是你知道，要越不正常，代表能够洗刷自己的嫌疑的。越正常就是会越被人家怀疑，越不正常就越不会被人家怀疑。嗯，有道理吧？是有道理吗？你刚是真的搞得我很乱啦。你这样子说真是很奇怪啊。没有，这个就是要增加哦，巧克力来喽！他来打人喽、嗯！等一下，我要送装备了。我想说，如果我今天不国王的话，我就会想说，欸，巧克力，你看箱子这个东西怪怪的，然后就躲在后面丢他这样子。我都想好了，结果你还是国王，为什么啊？哎，那么好当啊？你怎么这么容易当到国王啊？对啊，我们的。岩浆块一直被破坏、嗯，他们一群，哇，怎么办呢？人数不够啊！对面的间谍快回来啊！
国王受伤了，上去帮国王喽！要死要死要死！裂回裂回裂血裂血国王！哇，没事。哇国王在下面，会中等下会复活在中间。哦好，中间，这宝石会在中间。哇，中间好多人啊！有可以无敌了，有可以捡到喽！啊，被带走，被带走了！哇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你下去了，你下去。我看他是不会想放哎、欸。哇，嗯。哎、欸，红队国王宝石，红队国王宝石、欸，我掉，我掉到岩浆里面了，啊！我在追，等一下，我怎么看不出来我们的间谍是谁啊？嗯，不行，哎、欸，上面有一根柱子啊、哦，原来有根柱子，好陡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啊，这路有点难走。咩 ？What the fuck？ 那左边、右边有一根柱子，不能跳那边。啊，都被拿回去了、哦。嗯。噔噔噔噔噔噔，看来使用炸弹大法了。嗯哼哼，这里有根柱子啦。嗯，你先去换一些箱子到处放啊。好，就炸一下就没了。没关系，我就带一堆箱子。好，看是箱子比较便宜还是炸弹比较便宜。又在炸我们的门。我买弓好了。直接。哎。我没放过这一招过、欸。嗯，恶心。哎、欸，无敌，放无敌。Q Q， 我觉得是团团呢。团团吗？猜的啦。嗯，不知道哎、欸。你看哦，刚刚杰克挖得很开心，然后杰瑞打得很开心，嗯，啊，从头到尾都没看到团团，嗯，有可能是团团，对啊，打字，你要叫团团回来是，直接他露馅吗？这么好吧，团团呐，哎，我不能放东西了，是，啊，这个现在不能放、啊。哦哦哦！现在已经那个了，我想说是能不能放啊？还真的是他哦！哇！真的假的？走了走了，赶快去抢东西！哇哇哇哇哇！我来了！哎、欸，真的是你哦！我乱猜的哎、欸，对不起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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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跟你讲，他们只是针对而已啦，就跟你票巧克力一样。哦、对，所以我没猜。再试一下，再试一下，再试一下，再试。哇！你们就全部去死啦！哇死啦！没问题，我无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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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屁西狼啦！我的剑士，我的剑士！去死啦！去死啦！你剑士好凶哦！啊！我的弓，我的剑士，哦，全捡回来了！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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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西赫啦！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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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是啊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你发光？他替你发光、欸，哎，我发光、欸、对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刚用那个吧，力量吧。哦哦，差不多光宝石了。没有没有，他们光没死。他们光没死，他们光没死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我刚刚其实不知道捡到谁的无敌、欸，我就把它拿去学了。啊，巧克力的吧？哎、欸，怎么是砖头、哦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必死啦！必死啦！所以刚是魔女点名吗？啊，刚是魔女点名，刚没有点名啊，刚没点名啊，哦、就巧克力就直接说，就是我啊，哦，好好好，我，没有啦，刚也不是针对巧克力，是
直他一直在犹豫要不要买东买炸弹的东西，那我就在旁边盯他。哦，是哦。哎、欸、啊，我一离开躲到肚子后面，他就接近那个炸弹，就被发弹就被抓到了。他只是刚刚真的很犹豫，说要马上飘他还是怎样？这么好笑啊！啊，我要挖矿了，我要当。挖矿，挖矿工啊！挖巨蛙，我好怕、啊。只是你怎么会突然死掉、啊？刚刚，被四个人围殴，没办法。哦，因为我刚刚听到什么，你掉下去什么鬼的？对啊，我想说啊，不行不行，那赶快去自杀好了。嗯，可惜啊，咆哮也蛮好用的哎、欸。我看哈基刚刚弄好像还蛮那个的啊，你这力量吗？很猛哎、欸，对啊、欸，力量，那是力量哦。咆哮是恶心加中毒，我是用力量，他是用力量哎、欸，攻击加成。对，我说刚刚来救我的时候，对啊，我难过，两刀就他就死了。哦，哦，可是他 CD 多久啊？嗯，我觉得是蛮快的啦。嗯。把木搞附耐力，哎、欸，耐久吗、欸？对，然后把它修修一下嘛。个经验修补，附得到吗？经验修补不能附啦，附不到吧？附不到，太难了。经验修补是完全不能用附魔拿到啊，不行吗？只能用附魔书啊，那就是要买书去附魔啦。不是啊，那附魔书没办法拿得到啊，你只能用钓鱼的啊。我靠！嗯，这改了是不是啊？本来就这样、啊，本来就这样啊。你怎么记得之前有过啊？没有没有，记错了。不行不行，他本来就不行。就是、哦，小颗粒，带着挖我们的龙鳞块。嗯，来看一下是他的箱子比较怪，还是我的？我他的炸弹比较怪，还是我箱子比较怪啊？嗯，什么什么东西？他在炸啊！ Oh. 他想办法把那个箱子炸掉啊！哦、oh. ，就一直放啊， oh. 看谁谁比较贵啊？那个 CP 值算起来是箱子比较平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哦，哦，我有咆哮啊！我又可以恶心人一波了。恶心，令附近玩家恶心加中毒。可是这样会不会影响到队友啊？不知道，知道他有说会影响到队友吗？他说附近玩家。哎、欸，哈基他又来了。Oh.又来了，嗯，我还恶心他，噔噔噔，哦，噔噔噔，嗯，刚谁那么痛？我射了他一箭强力士的箭，哇哦，哇，你强力士了，对啊，好猛哦，其实用强力一叠到强力士还蛮快的啊，是很快啦，很快，哇，可是。弓被拿走就很难过，就是了。哦，是啊，所以你不能拿，团团最容易送弓。对啊，对啊，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一场完全没有要附装的意思，我就只是要换一堆炸弹去炸他们对面而已。对，我这场没有要附装备了，我装备都要最烂的那种。我来当他无敌，你还跟他打？我无敌是我无敌。哦，是你无敌啊、哦？他的攻距离太远了吧？对啊，攻距离太远了。小雨在后面喽，小雨在后面喽。嗯，刚才打小雨啊，我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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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差点，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不行，我跑，我跑，我跑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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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，哎、欸，中间谁？哦，杀了时间，吃完再见。嗯，所以你看你们三个都在上面哈、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在中线，在中线，好，想要专打小雨，挖不了啦。下去打，好，要炸弹呢、欸，炸三颗或两颗。你说炸他吗？炸那个没有没有，炸龙岩块。哦。好，巧克力看到我了。我来自杀炸弹客。你也要炸弹客？嗯，两个炸弹魔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不能挖玻璃？玻璃要用炸弹。这次现在改成只能用炸弹了。刚有说吗？是哦。没有讲，也是刚刚我们玩到一半才发现的。哦。可是
之前不是以前可以吗？以前可以，以前可以，嗯、以前可以用稿子在那边挖，所以才两三个亿在那边围着一只狂挖，就是这样。哦，对，现在只能用、那個、想说以前那个直升机那边的玻璃是挖不掉的，直升机不行啊，那个地狱门我记得是可以的，那个时候我们都在那边挖。然后巧克力掉装了、哦，它等级掉了。嗯，他不是本来就还只还是那个吗？免洗装吗？对吧、啊？他现在变锁链装啦。哦哦哦哦，你掉装是指这个意思哦？对啊。哦，掉装备，我以为你是说他的好装备掉出来了。发生什么事？哎、欸，谁来的？有人来接我？哦哦，好。哦，所以巧克力今天的攻击距离好远哦，不知道什么。接后面喽。今天比较猛吧？啊，还有一个。要下来了，没钱呐！我要去挖矿。你不要钱，我给你、啊。赶快去，赶快去。还是你要全部都换炸弹而已。嘿，我没有。哎、欸，对，我们努力没升哦。努力没升，六一吧。哦、oh, ，那我去上上团升一下好了。我去升一下，我刚刚有听到你在前面哦。好，我下蛋。说他们说刚说什么？没有啊，他们就说你们奴隶没升满啊。哦，对啊。满了，满是。又来了，他们来炸了，又来炸了。啊，然后那陨月也没事。啊，自己人自己人，我想说又来炸，我马上掉头，又来炸掉头，哎、欸，怎么没有人啦、啊？再买点见识。你现在是谁？哈基，我好跟巧克力。我去那边不动。在那发呆，看他挖掉吗？他隐形了，哎、欸，出现了。嗯嗯嗯嗯嗯嗯，为什么要叠这个路？小心小心！哎、欸，你在打架了？哎、欸，他很痛，他很痛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他也发光，他也买那个。他也买力量了，他觉得力你买力量很强，他用的瞬间就被我射死了。他觉得你太猛了，所以他也买了。他为什么是丢有个砖头啊？砖头就是那个加力量的。哦哦，痛！对面的弓箭手也开射了。谁啊？杰克吗？哦，小心小心哦，人都不在哦。回来哦，小心要回来哦。回来回来。